Shamrock. I'm Shamrock, fighting out of Monarchy MMA of Kuala Lumpur, Malaysia. I'm from Liverpool, England. Been training for 4 years, and I'm an all-rounded mixed martial artist. Yeah, I know Rocky Lee, I respect him, but it's a fight. I'm coming to fight. I'm gonna knock him out, choke him out, break limbs, whatever it takes to win. I know he's fought in the UFC, he's a veteran, he's an experienced guy. So I've been taking him seriously and I'm prepared for this camp and I'm gonna come out with the win. Shamrock 将担任今天 Coleman Event 其中一位选手要迎战的是来自地主的选手 Rocky Lee 也是 UFC 台湾的第一人那这场比赛呢相信大家都期待很久很久的时间了 Shamrock他是英国的选手但是在马来西亚做训练同时也是一位柔术见长的选手是的 那他只花了大概三年的时间，他就拿到巴西柔术紫带，是非常快的。那我自己花了大概5年多，我才拿到紫带。哇，所以三年了，要比你少了两年。<笑><笑>那时候和他聊的时候，他有特别说，他那时候只是去马来西亚玩，后来他发现那边的gym他很喜欢，那边道馆他很喜欢，后来他就决定。 他直接在那边留下来，开始全职的训练。这其实从原本只是去玩，到全职的训练，然后变成 MMA 的职业选手。真的，这真的也是一段奇遇记啊！当然，经验很重要，但是呢，我觉得训练要持续，而且强度要够，一直下去，其实可以冲到很高的点。就像他这样子，打了5年，他就可以站上职业，而且还可以打上我们的 Coleman Event， 我们的副主赛。 在 Linkin Park 的进场乐之后呢，接下来也是重头戏哦。接下来介绍来自红色角落的 Rocky Lee 俊汉。 这几个月经历了非常多事情，那我很期待这次比赛 ，because I'm ready to put everything in there， 把这几个月所有的东西，所有经历的全部放在这比赛里面。那也就是说，大概有4年没有看到。而且有继续，哇，这一拳有击倒，马上在 combo 进跟着上去。 那我的对手我知道他是一个英国人，那他在马来西亚训练，而且他其实他的训练伙伴很多，也是我在巴黎MMA的训练伙伴。
And I know he's a jiu-jitsu guy. 柔术选手，柔术很厉害。 我也是柔术背景出来的 But you know this is MMA 在 MMA 比赛的时候 Let's fucking fight Let's fucking do it And then 谢谢这一次 来支持的各位朋友们 那这一次比赛是我送给你们大家最好的新年礼物 Let's get ready Let's do it Woo 成为 MMA 选手，完全不同的东西，需要高度的智慧跟对手在擂台上周旋哦。没错，所以李俊泰也提到了，综合格斗改变了他的人生，现在他要震撼台湾的综合格斗。 自己在这两个月呢，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之前在新闻上都看到他家的狗，因为在遛狗的时候，在东湖的一个公园，然后不知道被谁下药，然后那一区的狗已经死了6只狗，他的狗是其中一只。他对于他这种 dog person 爱狗的人非常的难过，他特别从巴厘岛训练到一半回来，然后处理他狗的事情。 所以家里的毛小孩其实也是李俊泰的宝贝，希望能够用这一场精彩的对决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This is the co-main event of the evening. Three round five minutes. 这是今天的主戏的第一站，三回合，每回合5分钟。首先介绍来自蓝色角落 from the blue corner。 来自英国，生涯战绩3胜0败 ，professional record 3 wins and no loss， 178公分，66公斤重，现年25岁，Shen Rua。介绍他的对手，在红色角落的
代表中华台北，生涯战绩4胜4败 ，Professional Record for Wins and for Losses， 174公分，66公斤，现年31岁的 Rocky。这一站的主审是 Dimitri Telfair 先生。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俊翰对上来自英国的 Shamrock， 是今天的 Coleman Event。第一回合的战况就相当的激烈，有可能马上要进入地板了。我们看到李俊翰准备抱着，不过呢他，哇，前面抢到啊，那个反而是李俊翰抢到好的位置。提到这两位都是柔术底的，是，所以说扭爪非常快啊，对，看都来不及啊。可以期待一场柔术大战。那其实李俊翰在赛前的时候有提到，对方虽然是柔术的底，他自己也是巴西柔术的中带哦。那在巴西柔术里面是白带、蓝带、紫带、中带，最后还是黑带，所以他离黑带已经非常的近。所以说呢，李俊翰呢要比紫带的 Shamrock 还要再高一个档次。哇，你看到。Shamrock 他想要做一个 Omoplata， 哇，直接举起来重摔在地板上。是，那这个角度呢，基本上对于上位的选手完全不有伤害，因为关节他的右的肘关节已经完全出来了对方的攻击的范围之内。Shamrock 他是哦178公分呢、啊，嗯，不过呢他的臂展哦180公分，手长脚长，没错。这个时候 Shamrock 的右手的手套有稍微松脱的状况，所以说裁判也允许他重新把他给上紧八条。哇，这一个侧踢相当的猛烈。我们看到 Rocky 他不会退，对方给他踢击的时候，他是接下来做反击，没有再退，直接招架住了。是。那他当然对自己的打击技也非常的有信心，他知道说对方的打击应该对他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他就直接接，然后做反击。根据观战手册哦，听说李俊翰的最爱的打击技术是万佛朝中跟天叉脚，你说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武侠小说看得到，看看今天看不看得到。不过李俊翰的背上啊刺着一条龙啊，看看能不能看到飞龙在天，猛龙过江。第一回合的比赛过了一半，双方是持续的近身肉搏。怎么看李俊翰抢的左手抢的 underhook 动作？那这个下圈背的动作呢，可以让他有更好的机会去摔，然后右拳也可以做攻击。哦，想要做一个摔，不过李俊翰并没有让 Shamrock 来得逞哦。李俊翰是 Rocky Lee， 至于对手呢是 Shamrock。哇，两颗石头碰在一起，看谁硬。然后看 Rocky， 他也不太急了，他就是先控制好对方，有很好的 underhook 这个下圈的这个动作。Good。
现在哇，他抢了两边。李俊翰的左手有一点空间来做打击动作，不过 Shamrock 发现之后也很快的把他左手给握住。哇！双方在近身互相换拳，这个时候也互相来个袭击。第一回合倒数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到 Shane Rock 来自英国的选手呢，他的身体的身长是比较高的，哇！不过他 take down 也蛮好的，想要试着 take down Rocky Lee， 甚至抢到他几乎背后的位置。我想做一个 Superlex， 而且直接锁紧了。来看看李俊翰有没有办法来做挣脱呢？来看一下有没有办法 hold 住。No， 哇，这个非常的近啊，对 Rocky 是非常的不好。哇，不过这边直接终结掉了比赛。哇，在第一回合剩下15秒之际，选 Rock 直接。The history tells us that this contest at round one, 4:45, 在第一回合4:45的时候，由 Rare Naked Show 背后勒紧获胜的是蓝色角落的 Shane Rock。今天的 Coben Event。两颗大石头互撞啊，是由来自英国的 Shane Rock 拿下胜利。他是台北市体育总会跆拳道协会的理事长，这一次我们的大家长应小薇、殷一元来担任颁奖贵宾。